打扫卫生合不合格呢？地缝现在也有发言权了。最近呢，有学生爆料说，郑州的一所高等专科学校啊，让学生们轮流打扫学校的卫生，不仅需要什么扫垃圾啊、擦垃圾桶啊、擦空调外挂机啊，甚至要求学生把这个地砖的缝隙都抠得干干净净的。如果底下要是说没露出水泥、有泥土，那就得扣分啊。学校老师说了，抠地缝也是属于打扫卫生，这是为了整体一定要干净整洁。那对于泥土来说呀，在这儿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还真都是挺费劲的。